哇，这个马可波罗直接来了，锦囊大招大下去，让周瑜这复活系统拿到一血伤害。这个马可波罗直接转大招转满大，泰森再给一个复活系统，可以被捞起来。下路直接给大招了，开始拆塔，老子先动手，给了一个大招绑住一个，九尾先倒。 反而想开，看到了动手。对，马可波罗秒了，没大招，没有给到千城，给到了青青。继续追击，赵云直接跟大招吕布被秒，冰山还是一丝血，马可波罗直接出去转大招伤害，几乎转满，再来个逆技能也带走了一个，把青龙和一针给击杀掉。老夫子还是满血捆到了，全程尽力了，这一波把波然捆住之后，波然一直死前派出最后一个大。 在上路还有兵线，下路也有远远不断的两条主宰前锋在，只剩下冰城一个太乙真人，这样大乔轮转的电梯战术，完全杀死了广州 TTG， 根本守不住这家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武汉 E Star Pro。